最后的最后，来交换一下礼物杯。然后好，那就从不要，我要随便选，我要选一个今天看起来最符合气氛的人，除了我以外。好，看一下谁今天比较符合。好啦，好，林雅涵，你先上来选，就是你。拿到几号？拿几号？上来啦，上来啦，不要懒，快点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拿到的是五号，它的形容词是黄色的、多样化的、令人满意的。这是谁送的？好，五号。我你知道你的礼物长是有礼物这个吗？哦好，哦你就是我不小心就是那个一些形式上的错误，你要自己亲手送礼物吗？好，那就留着，等下就换你了。嘿，好，对吧？现场猜一下。那个，我知道有个人要注意一下那个礼物，陈其文那个表情啊，哦，好，那你一边猜的同时，你拿到的是几号卡？哦，是一堆好吃，看起来很好吃的零食。好，好。那你是几号？好，好，唐真轩拿到的是十二号的礼物，他的三个形容词是闪烁、快乐还有美。十二号的礼物是谁？是谁？十二号闪烁、快乐、美。上来。好，好，那你猜，然后你是拿到几号？22号，等一下，22号的三个形容词是暖、独立、可爱，这谁的啊？好，上台。对，来，你的礼物，好，你手送一下，好，然后你拿到的卡片是18号的，好吃，应该吧，好用的，香香的，是谁的？你，啊？谁啊？真的假的？所以我这边多一张哎。这个什么？十八是谁送的？好。好，那他抽到礼物是24号的，是实用的，但今天没用，台北超有用，这谁的？哦，洪硕。对啊，洪硕。期待你的表现啊。哇，其实我蛮好用的，不错。那红硕，你是拿几号的？
那大家等一下上台的时候就记得顺便把自己拿到的卡片一起带上来。红硕拿到的是14号的快乐的肥胖的热量的，是谁的？嗯，怎么看起来很像直接送一个麦当劳之类的？哎、欸，有点好。哦，零食吗？好，那你是收那九号？九号是谁的？环保的、实用的，拜托选我。谁啊？郭博言。郭博言是来搞的吗？九号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星巴克的蛋卷，不是，里面又装了哦。打开。哦，一个多肉植物，哇、哦！还有垃圾袋，对，这附赠的那一块也好好用。那、啊、郭博言，你是拿到几号的？19号，可爱的、实用的、硬硬的，谁写的、啊？詹正道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这你？哦，一个杯子，你有自信吗？它是什么可以看的形状吗？真正到感觉没有送什么魔术杯之类的。浪过度了。好，那我看一下你是好。战争刀抽到的是一号，吵死人，炒热气氛专用三嗨爆，谁啊？一号林崇旭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还不错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蛮可爱的。哎、欸，会送哦，战争刀。啊，你是？啊，你是想被女生抽到还是男生抽到？没有，没有那预、個、好好好。那你先把你的，我先看下一个。好，好，林崇旭收到的是10号，实用的，好吃的，是你的。好，是洪瑞英的10号。然后你们是怎样都过度包装，是不是？少氏喇叭。哥。啊。好。这可能是目前开过来最没用的一个东东了。啊。啊。是什么？好。是什么？哦，好，对啊，你那送了什么东西下去？好，那洪瑞英收到的是13号的可爱的有质感的香香的，哎，是谁的、啊、13张庭佳。按啊可以，你送什么？香氛，还不错哦。好，张庭佳收到的是8号的，他的三个形容词是下午4点出去买的，易碎物不要摔爆它哦。圣诞节快乐，好吃又好喝。哦，威廉。易碎的，跟你。是什么？是酒。啊，好啊，酒鬼啊！
好，那威廉收到是16号的，三个形容词是缤纷的、实用的，然后双重享受。16，好，这是王岱琪送的。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漫威的小收纳包，哦，很可爱的两个小物品。好，然后王岱琪收到是二号的，他三个形容词是重要的日子会用到的，然后中国化掉改成华，然后第三个写红色。谁的啊？4号，哎，二号，里面没有，我的卡都是，我没有留，反正就看最后谁买到，然后再签。你送什么东西啊？洪元哲，哇哇！那个，学妹会不会以后不敢再来参加活动了？好，啊，你的礼物嘞？你是27号？靠，啊二十哦，林雅涵的27，安怎把那弄丢了？好，算了，恭喜啊！啊，可以啊，反正跟你一样，哎，跟一只狗一样。好，那陈其文你的卡片是？好，陈其文拿到是26号的，温暖的好看的赞。哦，你们是社工互换社会啊。抱歉，社会系互换，社会交易，对，哇，厉害哦，好，猜一下，那我先讲这个人的，这个人写得很明显，四号的，咸的、酸的、甜的，哈哈哈哈，啊。那邱轩伟送的是什么？一顶毛帽。那哇哦，好啊，你要再附赠一个拥抱，是不是？啊，好。好啊，那可能他要你要再付他钱呢。好，哇，他说到是15号的，对啊，他是总之他15号三个形容是保养的，然后第二个形容是来个蹦蹦，这个是喝甲，然后他是总招，我们总招送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嗯。哎，对，你可以有不懂用途的可以拿起来啊。哎，对，那男友会的袋子，我们清会办清出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，那个有纪念价值啊。你先喝一口。你先喝一口。对，你先喝一口。
没有，那可以喝，那可以喝，那可以喝。他会。没有，那里面还没有东西。你先喝一口，你先喝，告诉我那是什么。OK， 对，没有啊，因为还没。对啊，你喝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感冒糖浆。其实这个东西是加这个在用的。这个是椰格，然后那个是红牛，所以它加在一起就会变那个椰格炸弹，所以就是咬。我吗？你先不要喝好了。好啊，那你们回去，你们那一群自己分一下。对啊，你们不要一个人喝太多，不然那一群等一下一个个发酒疯，不好管啊。那哦，那是护手霜，怎么来的？从我的抽屉找到的。就是清一清，然后可以啊，可以用啊，实用 ，OK 的，好。哦，对，里面还有一个玛丽珍的一个折价500块折价券，你们可以就是找朋友，然后自己去吃。好，下一个，那又没了。我、哦、靠啊，我的卡片不知道掉哪里去。好，那三号，好啊，三号香的、白的、滑的。那你自己揭晓吧。抽屉起来。买最贵的是多少钱的东西？有没有人要举手？觉得自己买的是最贵？就我们定150到250嘛？有没有？除了你们两个，你买多少？你买多少？你的多少钱？99啊？我的比你贵，还有人的比这高吗？比24高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成品的280，我觉得就是我有心意。好，送，反正内线你们自己内线交易啊。那你的卡片，好，你们真抽到是25号的三个形容词是动物、鼻子跟香味，这是谁的？是谁啊？张云奇。好，新手送。是一个红鱼啊，红鱼的娃娃。还有一个香氛球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好啦，哇塞，哇，哎，那你的卡片，恭喜你的用心，你也来得到回馈。你这23号，这是总也是总招送的。23的形容词呢，是第一个是垃圾，然后第二个是台湾价值，第三个是sad。不是啊，价那么难写，谁要写繁体啊？神经病！台湾价值，台风吧。好，不过他应该蛮喜欢这东西的。你很常看到。放地上。是啊，它是一个台湾价值就在这边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形容词 sad， 伤心的时候可以喝，没错。然后第一个形容词垃圾，其实就是除了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后，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后呢，它是一个蛮好看的垃圾桶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总招奖。
里面还有另外三罐，然后还有一个玛丽珍的一样，玛丽珍的什么折价券，500块，对，好，对对对对，恭喜，啊那，那谁还没领？现在谁还没抽到的？你是还没啊？你们两个好段，啊，那你们准备选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啊，选女生好了，你。对对对对对，男生等一下啦，男生，好，他抽到是11号的实用，我自己也想要有质感，是谁的？哦，好，哎，说，对啊，11号。可以猜啊，那你的卡片，好，是什么？一个订书机，那个无印良品的，还有无印良品的面。好，那他抽到是17号的，三个形容是实用的方形，然后还有多功能，是谁的？17号，秉睿。好，是什么呢？真的更贵，哎，我的更贵，有350哎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个桌游。好，还有口罩，里面是还有你写的卡片啊？那是里面那是卡片吗？好用心哦。好。那秉睿拿到的是6号的实用生活用品。哎，你怎么只写两个形容词？啊，那就不要猜好了，你直接讲那里面是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有。啊，哦，好啊，那你先给我，我先叫下一个。好，许文正抽到的是20号的学生很常会用到长长的 and 远远的消耗品。哦，吕建廷的，这是什么？应该谁先猜好？这是什么嘞？一个蛋糕哎、欸！哦，真是很过度包装哎、欸！啊，那自动器打开要先打一段code进去。好啦，那你的，好，吕建廷拿到的是21号的实用的帆布袋子，实用的帆布袋子，哦，21号，21号本人可以早点上来吗？啊，你可以走一下哦，不要举手哦，好，这是一个哦，那个放卡的，可以。移动学生证的没了，靠！太贵了，买这干嘛啊？不是啊，这个200块有人会买吗？你是凯子是不是啊？哦，你说的是一个，哦，这我知道，这蛮好写的、啊，好写的，两支果汁笔，然后还有一个胶带，是吧？对。那你收到就是一个，对，实用帆布袋子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你要讲一下，你要自己讲一下。那是什么牌子的？帆布袋子，因为我们行销学卖袋子，然后有喜欢的可以支持一下，它叫 B 名。好。叶佩，那还有人还没拿到礼物或是卡片还没换的吗？还有一个，哦啊那，哦我们自己没换到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是我们的。有人还没交换到礼物的吗？还没拿到礼物的？有吗？你有拿到礼物吗？有啊，他说有，对啊。
那就剩我们两个的，我剩我们两个换出去的礼物还没。好，对啊，好，我们看这是谁的七号，密道。好，那你要自己来讲，你要自己来讲还是我猜？我猜好。应该好像需要哎。拿到是一个巧克力，然后还有抹茶跟暖暖包，对，谢谢你，很棒。然后呢，再还有什么23号的、啊？对啊，这个嘞，三号是哦，换那就结束了，都换完了。礼物是特别不满意的。然后红卷者的那个是谁啊？王大喜，你要上来讲一下，让你抱怨一下，上来一下，让你跟他对质一下。政治二红卷者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你到底送他什么东西？啊你，请问你收到那个礼物之后有什么感想？觉得价值有点不对等。红拳者有没有什么要表示的？你们要再补送什么？拳者，然后还有两个什么我记得小东西。我下次请一杯饮料。好，他说他请你一杯饮料。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请几块的，请几块的。好，星巴克没问题。好，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对自己的礼物不满意的吗？有没有？谁？张云奇吗？嗯。哦，对，然后，谁啊？谁啊？你哦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好，还有谁？啊，那。哎，你明天是没事啊？还是等下直接喝掉？你等下要不要去啊？去收心啊？好，还有人吗？还是有谁对自己的礼物，有觉得对自己收到礼物很满意的，觉得很感谢你送给你的那个人的，有没有？有吗？好吧，好像没有。那大家都很客气，好，然后现在讲就是。等一下呢，大家帮忙拿一下那个杯特杯，然后拍个照，这样子，先直接拍就好了吧？对啊，是吧？对，然后也帮今天的活动呢留下一个记录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对。